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第十一首《梦李白·其一》，杜甫。戍边一屯兵，身边便切切，赶南将来的竹客无消息。个人任我忙，命我点香烟。关键在罗网，何以有也？穷灰变成魂，不完不可切。魂来风林清，魂还关山歇。落花万国凉，有意照干歇。水千铺浪宽，无数高粱爹。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